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讲一下灯光附件蜂巢。形如其名啊，是一个蜂窝一样的配件，是为了控制光线的方向和范围的一个配件，可以让光线更加汇聚，呈现层次感和立体感。标准照、雷达照、束光筒上都会有这样的附件。顺便提一下我们的格栅，它和蜂巢的作用是一样的，在柔光箱上来使用的控制光线方向和范围的光效附件。以上就是蜂巢的介绍，想知道更多的玩灯技巧，请关注神牛微信公众号，我们下期见。